最近觉得我的这个 eShop 的电动滑板这个续航非常低，我想把它拆开来看一下里面的电池，测一下它容量到底是多少啊。如果容量非常低的话，就要把它电池给它换掉啊。先把它拆开看一下。分不开，给捏在一起。你看这里都融化了，就可能是高温引起的，这个把它融化在一起。这个桩子是废了，废了要给它换掉，换掉就直接简单粗暴把它剪掉算了。啊，这个是肯定长期高温导致它捏在一起，这个是凭我的力气是没有办法。算了，我把它剪掉，然后换一个新的结合桩子上去。这个你看，根本
捏在一起的，这个它长期的接触不良，然后导致电阻加大电阻变大的时候，然后它就有电阻就会有热量导致它这个融化掉，然后捏在一起，啊，我用很大的暴力都把它搞不开。这个官方他说是可以骑个10公里，这个其实是没有，根本是达不到的。你看，里面都捏在一起了。我现在再用暴力给它再夹一下，能不能给它？因为我已经加热了好久了，温度已经相当高了。你看，现在里面全部都那个捏在一起，这里面都融化掉了。这种段子还是耐高温的，都已经这样子。平时的话，你看，说明它已经好久都是属于，已经很久都是那个接触不良，导致发热，已经挺久了。然后我的电池的热量都浪费在的能量都浪在加热这个段子上面，怪不得我骑的时候就那个距离只有大概开个四五公里，全充满电的时候只能开个四五公里，然后它就没电了。然后我再给它这个电池包给它打开测试一下，像这个兴奋剂，好，拆好了，就这么点东西。行，先这样子，马上把它拆了给它测试一下。
刚查了他这个手册，啊，手册他这个是容量是2600的，然后这个放电电流是小于等于3C 的，哦，这个是3C 的，哦，我们国产的那些都是5C 的，标称都是5C 的，哦，这个是标称的是小于3C 的，哦，然后把它拆掉看一下这个容量，先给它放在这里，给它测一下，测一下容量，啊，昨天测试的这个 LG 的这个数据已经出来了，啊，已经出来了，是2635，啊，然后它是还是容量基本上没有衰竭的，已经也是符合它这个要求的，啊，所以这个电池是好的，然后容量降得特别快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这个接触不良导致它那个电阻打发热，然后把这个给它都融在一起了，就这个原因。然后这个电池是没毛病的，然后就把它重新给它装回去。